老板帮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许宗正，许氏人生集团的总裁，在 Wisconsin。好，谢谢老板。那我们请 Will 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许恩伟，许氏生业集团的总裁第二代。好，那谢谢 Will。那我们现在就请 Paul 来帮我们，就是来讲一下现在，比如说居家防疫的情况啊，还有现在情况如何？因为这一次很空前的肺炎的灾害啊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尽量有保持距离，工作的人员减少，因为我同时在一个房间里面太多人也不行哈，所以我们还是有继续在为客户服务啊，所以我现在家里，我等于是退休了，所以比较方便一点，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跟客户跟大家感谢，在这一次 Easter， 尤其是在 Easter 的这个复活节里面呢，我们有抽奖活动，所以我特别来给大家抽奖。好，那我们就请老板先帮我们抽出五位幸运的顾客。好，我们来抽了啊，五个是不是？49号 ，She My Chain。好，可以请老板亮一下这张签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请老板帮我们抽下一个。第二张，第二个 ，N Jin Jin N 82号。好，谢谢。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个。第三个。哇，8号 ，Sylvia Kong。8号真的发了。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个幸运的啊，下一个幸运的，117 May Yen Crack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个，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，10号，文经理，文经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老板帮我们抽出以上五位幸运顾客。这个是奖品，对不对？嗯。好的，这是老许的私房啊，这个是生片。特别的那个原片档啊，是私房的许氏私房，是娇生惯养。也请 Will 来抽第二个五位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第二个五位，我后面的人现在他们在帮许氏深夜集团的客户寄包裹，寄到你们家。谢谢大家给我们这种工作很重要。第一个人112 Norma Chan。 好，谢谢。下一位，下一位76号 Gloria Chen Gloria Chan Gloria Chen。 好，哦，也是好的。第八个，88，兄弟证，88号，兄弟证。第九个人，125
明星啊，徐明星徐。10号香氛布，香氛布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请Will帮我们做个结语。好，我们最近知道，为了世界上跟美国 COVID-19 的问题，现在我知道大家都需要在家里留，然后照顾你们家庭的人。我希望大家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。感谢许氏深夜创办人 Paul 与许氏深夜总裁 Will 排除万难，在非常时期透过视讯的方式来与大家同乐，也谢谢每一位支持许氏复活节抽奖活动的顾客。恭喜10位获奖者，我们将一一联络你们，并会尽快将此抽奖活动好礼老许私房生片10罐装寄送到您的手中哦。